喂，您好。你好，你是王二宝吗？啊，是我，您是？我是那个玫瑰园社区房一办的。你是住在玫瑰园16号楼802吗？啊，是的，您有什么事儿吗？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正要去高铁站回山东老家过年呀。我是说你现在具体的位置。哦，我看看啊，哦，大概离玫瑰园20多公里吧。你现在哪儿也不能去啊！你必须马上回到玫瑰园。房一办呢，将对你进行7天的隔离。下午5点之前，你务必要回来。我们将给你的房门进行封条。不是，凭什么呀？我有48小时核酸证明。你看看你的健康码，是不是已经红色了？你是次密接触者。啊？哎呦，这啥时候变红的呀？不是，您能告诉我在哪儿接触的吗？你昨天是不是去了金源广场啊？扫码进入的地下车库。金源广场呢，发现了一例阳性患者。哦，是啊，我昨天是去金源广场了，可是我把车停在地下车库，然后我外出办事儿了，根本就没上楼啊。这我们没法查呀，扫了码就说明你去过那里，患者也可能去过那里，所以你必须回家隔离。那凭什么呀？我有48小时的核酸证明，我是阴性的。哎呀，那没有用，次密接触必须隔离7天。我这都买了高铁票，要回去过年去了。哎，赶快想办法退票吧！而且你根本就去不了高铁站。红码进不了高铁站。哎呦，我去，咋这么倒霉呀？行，我回去，这就回去。哎呀，我说小伙子，你捣什么乱呢？红码不能上车，你知道吗？谁捣乱呀？让我回家隔离，我不能走着回去啊。那你红码呀，不能上车。好几十公里呢，那你让我腿着回去？哎呀，不行，下去啊，自己想办法去。真是你们，还有点人权没有啊？真是。哎，师傅，那个玫瑰园您去吗？去。哦，太好了，那个麻烦您把后备箱开一下，我这儿有一个大箱子。好，兄弟，先扫一下。扫什么呀？扫码啊，健康码。哦，我实话跟您说，不用扫了，我这是红码。兄弟，你不是害我吗？得亏你还没扫。不是，我一没上车，二没扫码，我就咋害您了？你要是扫了，我就成密切接触者，我也是红码的，人车隔离。哦，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理解。那个这样，我跟您商量商量。您呢就别打表了啊，拉个黑活，我给您多加点钱，您看这样行不？那你就更害我了啊！不是，您就当跑空车，没人知道啊！而且我跟您说啊，我保证没有传染，我有48小时的核酸证明。兄弟啊，实话跟您说，现在这出租车呀都有实时录音，刚才咱说的话总台都听到了。我要是拉了你啊，我就得失业。不是，现在的出租车都跟飞机似的了，还有黑匣子呀？那可不，黑科技，绝对黑。哇，哎呀，公交车不让我坐，您这又不拉我，哎呀，我咋回家呀？那我就不管了，拜拜了您，自己想办法。得，您走吧。哎呀。喂，房一办吗？是啊，你找谁啊？哦，我是王二宝，您给我打过电话，让我回家隔离。哎呦，你这挺快啊！哎，我们这就去贴封条啊。哦，您先别着急，您别着急，我还在原地没动弹呢。哎，你为什么还不走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赶快回来，我们5点下班了。不是，我也得走得了啊！我现在红码，满大街没车拉我回去啊。你让你朋友接你去啊。不是，大哥。您这不瞎闹吗？我现在红码，我能让我朋友接吗？我这不是害人家吗？那你得想想办法呀。哎，大哥，您看看房一办能不能给我派辆车呀？这20多公里，我早点回去，你们也早点下班啊。接不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喂，这咋挂了呀？哎，您好，能不能给我出趟车呀？
现在什么情况？哦，没有病人。什么？没有病人？哦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我是次密接，社区让我回家隔离，可是我家还在20多公里外呢，我是红码，满大街没有车拉我回去啊，您能不能出趟车把我拉回去？我说你有病吧？我没病，我有48小时的核酸证明，那是阴性的。我说你是脑子有病，再乱拨急救电话，我这就报警了。咋挂了？你脑子才有病呢！真是。喂，是110吗？什么案子啊？哦，我不报案。不报案？不报案你打110干嘛？哦，民警同志，我有困难。有困难自己解决，你报什么警啊？不是有困难找民警吗？我说你是不是诚心啊？有困难找民警，不是报警。哎呀，民警同志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是次密接，社区让我回家隔离，可是满大街没车拉我回去啊。我们家在20多公里外呢，您看看能不能派辆警车把我拉回去。110不管这事儿啊，你自己想办法解决，不要再打电话了啊，再打你就是寻衅滋事。喂喂喂喂，民警同志。这挂了呀，苍天哪，苍天哪，不行，今天非得让一车拉我回去。110吗？您好，您报什么案子啊？我不报案，打倒共产党，打倒共产党，打倒共产党。你跑不了了。我不跑，你给我派一好点的警车来啊，我等着你们。1:37 later。嗯，就是你喊的打倒共产党啊？嘿，可以啊，我都没说我在那儿，你们这么快就找着我了？别废话，别废话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我是喊人是有原因的，我实在。没事，回所里说。不是，上车。您听我解释呀，我是实在没招了。回所里说啊。不是，哎，你别急，哎呦呦，疼！哎，我上车！啊，我的胳膊！哎，警察同志。你们这警车挺豪华呀，这么多空调，哎呀，终于有车坐了。哎呦，这眼镜全是哈气。哎，电话呢？哟，警察同志，是我妈电话，我能接一下吗？接吧，开外放。哎，好嘞，谢谢你。妈，是我，您有啥事儿啊？二宝啊，你上火车了吗？哦，还没呢，妈，我正想跟您说呢，我可能回不去了。太好了，千万别回来。咱老家这儿刚刚通知，回家过年都属于恶意返乡，先自费隔离14天，再拘留14天，等你回来，正月都过了。嘿，得亏我没回去啊！哎呀，不过妈呀，我跟您说啊，北京也这样，隔离加拘留。什么？北京也这样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我能搭个车吗？你有病吧？这是警车，不是出租，滚！哎，不对呀，他为什么能搭车，我不能搭车呀？你滚不滚？打倒共产党！行，你有种，来上车！哎，得嘞，谢。警察同志，我也搭车，打倒共产党！行，你也上车吧。别急了，受不了了。啥弄什么你们？哎呀，这么胖啊！哎呀，眼镜都挤掉了。